给参加本次祭访活动之众善男信女平安如意，也祝福给本次祭访之慈安养护中心、感恩养护中心、惠民启智中心众院生院童与服务人员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请五莲宫执事人员交接四福箱。代表将四福箱插入四福箱炉。下次来的时候都口袋饱饱的了。啊，在此啊，代替大伙儿哈，同志们说声谢谢了，感谢你们热心接待，感谢你们热心招待。希望呢，有这么一天，我就带着大家呢，一起回来这边。